不上的人就别跟来了，我没功夫搭理蠢人。这是谁？沙漠玫瑰。哎，沙漠玫瑰的 E 技能是魔法伤害吗？哎呦我，谢谢举个例子的办卡，谢谢举个例子啊。敌军还有三十。谢谢举个例子给我们过三星福星挑战任务。那四星我们还差15个送礼元素，来个大气吧。要是能给我过去，来个大气。当头一敲，还有6个飞机，谢谢浮尘已老。完美，比如全军出击。你觉得我们俩二打二能打过不？费点劲算了吧。在诺克萨斯是活不下去的。不信任我？不是不信任你，我这英雄有点弱，我那一个比如就能打60滴血。他自己打，为什么不能都有？那我们赶紧推线。优点嘛，我是有的。你问缺点，那就更多了。哇，准呐！准的吧，那您这个身份让我汲取了无穷的力量。小心点啊！看起来有两下子，看起来有两下子，撤！瞎子来了，啊，瞎子搁上路。有点亏，怎么会亏了呢？我们杀人为什么会亏呢？才能换来名声。穿越一名敌人，包含建筑物。建筑物是现在还能穿自己塔吗？我看看，那穿不了自己家保险塔呀。当然，可能哪天就要来临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哇，准呐！打赢不是我的目标，争取。那我不太敢上了。杀对面 AD， 可以杀辅助了。哎呀，快跑！他没有 Q， 没事。怎么叫人呢？没配合。不是没配合，配合已经很好了。我就他闪现了吗？叫人。还有其他人，小心。
回来了。双长剑就杀了，双长剑也没这移速啊。那不一定，好无聊啊，来和我打呀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看重力量，或看重个性，所以我们很合得来。有俩，杀！瞄准！可以。哎呀，怎么人头都被我拿走了？没事，没事。这是你身为一个辅助两个 Q 全中的奖励。谁拿不一样啊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但是我不能撕呀。好像是来人了，但没事儿，你往后站就行。我补两个兵就完事儿，应该是来了。不走了呢，这还不走了呢，当保镖是不？可能不是我的性子，人挺多呀。不行了，我先走了呀。我有加血，你可以不走。生活很简单，拔枪就射。不然就坐等错误。我马上溜，我溜了可以打。不行啊，这双靴子颜色有趣，是个打皮吧。我们俩可以藏一下，让他有没有眼儿。你别丢下我。哎哎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够了，大他大他也行。完了，大歪了，快走。那走吧。能不能当做什么都没看见？可以。这里花上好多年练习，对别人来说。我一通瞎指挥，我的问题就是他，我的问题。左手是白刺，右手是黑。我指挥的问题，没指挥好。很容易记的。谢谢昨晚日了，谢谢昨晚叉叉了我的大汗。
上一个爱人觉得我太不乖巧了，这难道是缺点吗？你是觉得你很幽默吗？杀他！你扛哪来？你扛哪？点他一下，好。啊！我这也能死啊！我天哪！对不起，早知道我多帮你扛一下。不是我的问题。这也能死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你刚刚没看我是不是？我看了，你不是一个大把他打断了，然后跑了吗？是的，你死了以后，那瞎子巨魔堵了他两个。对呀，我看着了。我瞅着了。牛啊！我不用谋生，杀生就够了。Rampage.看看你这把能不能拿个 MVP， 你尽量你别死。啊？走吧。音画不同步啊！我估计没几个人音画不同步，小部分吧。是活不下去的。别入！我来了，老公，上！上上上上上！无穷无尽之境！我加血咋没认出来呢？死的好快呀！是啊，我死的有点快呀。我半血光秒了，而且对面人有点太多了，一下来四个人。活要痛快，死要趁早。有时我又是恶人，哼，完全是角度问题。
这也太狂了，他一个 ADC 敢跟你辅助狂。让我吸取了无穷的力量，应该不能有啊。那我们只能去中了。前世不错，可只有到卡特这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人这么多呀。再见。我回家帮你送了。行。美女与野兽都是在说Rampage。打赢不是我的目的，征服才是。从来不会丢得下。到此中。哎，落手落手落手。还行。中不了了，打赢了就行，没事，打赢了就行。萨米拉回来了，刚我们还少一个人呢，好像。
只需要一只眼睛。走，去中。 来，可以了。把这跳弹给他打了。 看看有没有蓝，算了。没有啊，那鱼行。 我其实应该再打100块钱，这么的吧，把这落手杀了，也就100块钱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大家老和我说生活安定最好，你给我追他，可能不是我的性子。去。 这么准？这双靴子。 对，都是因为你。哎呦，完了！行，牛！不吃他那 Q 哈。 哎，怎么吃 Q 了呢？走位有问题。说你的技能太准了，像脚本。这还不是我最糟的经历。我扣的那些 Q， 他们看不见，看不见没那个 Q 中的，他们只能看见 Q 中的。我先打个猴子。危险怕我才对。 可以打，你跟凯也可以打。你怎么狂啊！你这个老哈子。Triple kill。
这不一波了吗？我发现跟你打下路没啥问题。我怎么？这个还是得讲究配合。我跟这个分段的辅助玩，再跟你玩，这是完全就不是一个。是不是辅助没问题，都是 AD 的问题，是啊，就都是 AD。 你看我跟那些辅助玩，你看我多难受，我每天我都骂，我一玩下了我就骂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辅助不行。